北市双联国中，今天在班会中发起从军报国和献机报国运动。班联会代表陈庆生首先说明这两项运动的意义，并且宣读献机报国运动宣言。响应从军报国的有应届毕业同学34人，他们热烈的签名，希望以从军报国请缨杀敌来安慰总统蒋公在天之灵。同学们对献机报国运动响应的也十分热烈，一共捐出了62700多元。创业国中并且准备筹款塑建总统蒋公铜像供同学们瞻仰。